好，简单拍一下哈，也不用特别麦克风收音，反正就手机直接录了哈。因为刚刚在对我的 M9 我有把它的里面呢换了精密管。哦，那这个一看就知道双层的，这个就是枫叶的。哦，它口是双层的，就来设计一个弹匣看看吧。哦，好，准备来吧。第一个点都打掉了。好，那我去画点好了。好，再来哈。好，我刚刚这样设计大概二三发吧，看能不能把镜头拉近一点。好，这设计结果还可以哈，哦，还可以，大概它这个圈圈呢就是14公分的哈，14公分。那你这样，我再估一下，如果把它就直径14啊，哦，那半径就7嘛，所以它这样7的话，大概偏左边的话，大概1/3，哦，可能大概4公分，然后上下的话，这样可能有到6公分吧。好，那到这边以上，晚安。